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一早上都没在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早上在老板办公室呢。老板办公室？嗯。你挨批了？没有。那你怎么哭了？没事儿啊。那你想不想来杯奶茶？嗯，也行。在这等我。嗯，我去了。我要去超市，一起去吧。我有点不太想动，要不你帮我带零食下来吧。那你想吃什么？嗯，都行。都行，那就吃薯片。薯片？你想吃薯片啊？我就有两包，给你一包。不用谢。哼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。我才不要呢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正在路上，